哇，我们所谓说呢，花开春富贵，竹岁报平安，新的一年开始就有新的朝气。所以我们刚过完2012年，迎接的是我们新的2013年，有迎新的希望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来问小朋友，你对新的希望是什么？来，告诉我，你有什么愿望？开水吗？你有什么愿望？哎，什么希望？希望。你的愿望呢？快乐。啊，那我们就说说看，我们新的希望是什么？还有谁会说是什么？啊，你的希望是什么？啊，你。谢过面，我今天很光荣。快乐本身呢，最希望